那我们今天终于又回来新入股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们又回来新入股物语了。事隔多年不见的艾比，继续亲。去矿场吗？哎，亲，亲艾比，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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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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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，看一下有人寄信给我哎，亲爱的五九没有风，明天我们在沙滩上，一年一度的鹈鹕镇，哎，又来了，盛宴的高潮就是共享百餐、百乐餐，哎，明天有百乐餐哎，所以我要带好吃的东西过去。有什么东西是好吃的东西吗？哦，好多都成熟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现在是几号？几月几号？夏天的那个吗？哎，这个还没成熟。奶奶，允许怀孕，这不是挤奶桶吗？哦，要按这一键，现在终于会了。太久没挤了，有没有？太久没挤了，没没没，挤羊奶。啊，有羊奶了，好久没有看了，真的，我也好久没有玩了。来来来，哎，饿奶现在没有奶。好了，我们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哎，这是三奶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怎么挤不出来啊？我三奶，哎，真的是三奶哎。啊，鼻翼，我很高兴搬来之前有自己一双结实的靴子，很难想象在运动鞋在泥泞中走路。以前没有这一段话的，哇！我现在应该要多去跟村民讲话，对不对？爱上了跟村民讲话的感觉了，你们不觉得很酷吗？来，当地小农村，农村对小镇来说是件好事。我可以去沙漠了，很快就有月光水母了，是新入谷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。月光水母节，新之果实贩卖哦，新之果实是它的那个嘛店名吧，好有趣哦，皮艾尔的商店，哎，这个也好有趣哦，哎，今天是马鲁生日哎，今天马鲁生日哎。生日不送东西实在太说不过去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要吃掉吗？不要，不要什么都要我吃好不好？哎哎哎，那应该回家了吧？马鲁，叮叮叮叮叮，马鲁散步开心吗？马鲁，他不在家哎、欸，他不住在家里哦，真麻烦。把妹妹真不容易耶，还是在河边。哎哎，也没有哎，找到了，啊，送给你。你记得我的生日，你真是太贴心了。没什么啊，我是把妹大师哎，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的啊啊啊啊啊！我是把妹大师，秦胜呢、欸？走了，做完秦胜了。噔噔噔，艾米丽也可以攻略了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不行啊！哎、欸，艾米丽，真的哎、欸，新版的艾米丽可以攻略了。我的天哪，艾米莉！新版艾米莉可以攻略了。为什么桑迪不行？好好好好好，艾米莉是不是？
艾蜜莉也在射程范围了，也在射程范围了。艾蜜莉，艾蜜莉不在这。还有谢恩，关我屁事哦！你们干嘛一直强调还有谢恩？我没兴趣啊，关我屁事哦！艾比，我回来了。过一会就准备去睡吗？我把电热毯打开，现在不是夏天吗？不是夏天吗？那要电热毯干嘛？好了，我们先睡觉了。是睡觉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那个季节又要去参加活动了，夏天的 party 要来了。夏天的 party， 我们来参加。哎，老婆已经去参加了，老婆这么急哦，我们去参加夏天的 party。我早上起来把农场的牲畜都问一遍了，希望可以减轻你工作上的压力。老婆，你实在太棒了，亲一下，不能亲一下吗？我每天必做的事情呢。亲一下，老婆，你实在太棒了，我太爱你了。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啊啊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哎、欸，他们说活动开始了、欸，哎，看来我只能先去参加活动了。带着我这一根高丽菜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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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又跟去年讲一样的话吧？例行州长例行来访，记得加到汤里。美好的时刻，我现在来把妹有没有？来来来，把妹把妹，他没反应。好无聊，纹身的跳舞不怎么样。来，我想大跳舞又怕出汗。山姆加了一条凤尾鱼，看一下我家艾比加了什么。我不要让你坏了样子，我还是喜欢自己看台。干嘛这么冷淡呢？我来加，不行，我要加这个，加红叶卷心菜。一定很棒。带了汤，从另外一边丢锅里。我好，我丢了，我丢了。哎、欸，岳父岳母好，岳父岳母。哦，剪碎，不晓得喜不喜欢陈年威士忌，不用再问了，不用多问些什么。来看今年好不好？开始吧。来，今年好不好？今年有没有问题？今年会大发雷霆吗？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百乐餐，相信锅里面放上好的食材，一定会让州长不虚此行。百乐餐，州长你能品尝吗？他们每次都叫州长先去试毒，有没有？州长您先请，您先吃，试毒有没有？我期盼这一刻，我期盼好久了。州长你为什么还可以活着？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惊为天人的抖动，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。哎，又成功了，这么容易哦！我连续两年都成功了。你看，州长吃完，镇长才敢吃，有没有？州长试完毒，镇长才敢吃。干得漂亮！嗯，有没有？大家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州长试过毒了，可以吃了。州长先生说的没错，死汤只因天上有。回家了。死汤只因天上有。啊，回家咯各位。噔噔噔噔，哎哎，站一下。看到就摘一下，哎、欸，有剧情，新的攻略。现在不但要妹妹，还要姐姐，姐姐也可以攻略了，太好了，新的剧情。
哦，做梦哦，艾米莉，阿弥陀佛，这是什么剧情呢、啊？阿弥弥陀佛，哦，我们出来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，艾米莉？因为你想我，所以我出现了。哦呦，彩虹小马！这是什么诡异的梦啊？点点点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。即使是最细微柔和和单纯的光线，一样会藏光线中也会藏有一个神奇的秘密。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了，这是一个迹象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做梦梦到我，我消失了。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噔噔噔，不晓得这是什么鬼剧情哎。武秋，有特别的武秋，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。其实他的房间还蛮少女的，而且他睡双人床哎。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，我来看看你了。我们闯进来了。如果不忙的话，我去农场帮你的。这么好哦，送你一朵花。是女人都爱花。我送了吗？有送成功吗？艾米莉三颗星嘞，不然只有两颗变三颗了。有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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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有用。送完姐姐换妹妹，妹妹来，妹妹一样送你一朵花。喘气给我的吗？感谢。今天我花了三小时练习签名，我想这是不是太蠢了？加油。走走走走走，哇！你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下水道哦，就把下水道三个字镶在那个上面，太好笑了。生怕别人不知道。来啦，等你东西啊，高级作物送给你，收集完成，开花了，拿到一个罐头桶，罐头瓶。我还以为什么垃圾桶嘞！大瓶牛奶收集完成。压落机好了，都有了。哎呦！祝摩尼，祝尼摩，祝尼摩，祝摩尼还祝尼摩，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。这么多好的包包，哇哦！哇！已经仓库已经好了，而且这里好高级哦，好高级哦，要开心了，又一颗了，剩下两颗了，耶！跟在我旁边呢。好可爱哟、喔！跟在我旁边的小家伙，我们剩两个了。你现在才要来哦、喔？对不起啊，那个艾米莉被我拔走了。我记得她好像暗恋艾米莉嘛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啊，被我拔走了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